Hello，大家好，我是 Venus，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去年我发了一支家教的 Vlog，在那之后就在 Instagram 或者在 YouTube 上面都会有人询问说，嗨，看了你新的 WFH 的 Vlog，想了解你一开始是怎么找家教的。我现在是大学生，也想从家教开始着手，麻烦你了，谢谢。Venus 你好，我是你和 N7 的粉丝，忠实观众。记得之前你的影片中有提到可以向您询问有关找家教的方式。我目前有加入一些脸书的社团，但是上面的资讯比较杂，也有一些上来刊登广告的人，所以想来询问你，打扰你了，谢谢。那他们看起来都是大学生啦，那我想会点进来这一部影片的你们，可能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你们想找家教，但是却不知道从何找起，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是害怕零教学经验的你，会不会因此而埋没在高手云集当中？那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会把我的过去几年的家教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关于家教的学生从何找起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背景，就是我是刚上大一就自己接家教，会先以自己擅长的科目下手。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适合教英文、数学，我的目标是锁定在小学生身上。那有一些理组的朋友呢，他们会教国中的物理、化学之类的。那关于家教的来源呢？最主要的1111家教网，然后104家教网媒合案件。除此之外，也可以到脸书社团搜寻。假如你现在人在台北，你就搜寻台北找家教，或者是台北家教网。然后，或者是假如说你现在在台中好了，你就写台中家教，这样子其实可以搜寻到很多社团。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活跃、每天都有人发文的社团来发上自己的履历。然后大概3天之内就会有家长来询问相关的细节。如果是那种1111家教网、104家教网那种家教平台和脸书做比较的话，我自己会比较推荐脸书，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习惯每天刷1111，但是每天都会滑脸书，所以我个人认为脸书上面的频率啊，还有曝光度会比较高。再就是有些家长呢，他是直接会把需求会打在，假如是台北家教社团上面，然后他就会写说，哦，我们的地点可能是在某某捷运附近，我的小孩大概是国一，然后他需要学英文，那你就可以针对适合自己的案件来做过滤，然后你如果对这个案件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着来，那你就直接跟他投递履历，然后私讯他这样子。这其实是比较快的。刚刚讲到的家教网还有社团，都是一开始你在找家教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些平台，你的家教资历越多之后呢，到后面其实你找学生会比较轻松。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些学生的家长，他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也可以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的小孩，所以就透过就是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学生。那如果你还有想要找更多家教学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把你这个需求讲出来，就例如你每天去家教的时候啊，去学生家，你就可以跟家长聊一聊，说，哎，我最近在周一到周五的哪些时段还有空缺，然后还可以接学生这样子。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认识的亲朋好友，然后就会直接介绍。再来就是如何让履历更加分呢？那有些人会以为可能学历越高就越好找到家教，但是就我观察社团上面的贴文啊，那些比较多赞数或者是比较多留言数的贴文当中，那些人其实都不一定不全是顶大的学生，但是在这些贴文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尽量凸显你的强项，尽量凸显你的优点。例如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教英文，但是你不是外文系，这个情况下呢，你当然就不是把你的校系打出来啦。你可以打学校，然后把重点放在你的英文实力。你可以条列2到3个重点，例如说，你曾经学测英文顶标，14几分，或者是你参加110年的英文演讲比赛亚军之类的，或者是你曾经到补习班担任英文的助教，这些都是
在履历上面可以好好打出来的，也是说服别人就是你是有具备相当的英文实力的。像是我自己有接小学的数学低中高年级我都有接，那我本身也不是数学系的啊，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很擅长去解一些变化题，然后我不会照着课本的方式去解题，我会自己就是研拟出一套策略去，当我遇到这一个变化题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拆解它。当我发现我自己有这样子的特点的时候呢，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担任数学小老师，然后去教导同学，用我自己的方式教导同学。我发现那些来问问题的同学呢，透过我的特别的解法，他们竟然就是一点就通，醍醐灌顶，然后就觉得哦，那我是适合教数学的。所以我在寻找家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把这一段写出来。有些家长呢，因为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然后就会很急迫的想要赶快来私讯我。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家长眼睛为之一亮，就看到你的贴文就马上来私讯你，那你的发文内容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厉害。很多人的问题是说，如果没有经验怎么办呢？其实老实说，家长在找适合的家教老师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比较倾向找有家教资历的老师。那这毋庸置疑，就是他希望有资历的老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找到孩子的问题点在哪里，然后就用孩子适合的方式去教导他。那确实我也认同这个想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菜鸟老师，你当然不是把你的履历留白，你也不用就因此而退缩。我觉得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抓住家长们的眼球，像是你回想过去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当中，有没有做过小老师或是做过助教的经验，那你再进一步想一想，以前做小老师的时候我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帮老师搬讲义、搬书，或是帮老师印讲义之外，其实你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像是你要协助同学分组报告，或者是你要帮助同学解题，或者是你要在课前先预习内容，以便让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在教学过程进行的更顺利。除了这些任务之外，其实你可以再多想一些可能和教学有相关的事情，那这些就全部都把它写在你的履历当中，那就当作是你的经验。另外我也蛮推荐你可以提供免费试教或者是提供半价试教，或许有些家长喜欢你的履历，但是他还是对你的教学方式有一点质疑或是有点好奇，那你就可以安排个半小时或是一小时的时间，让家长和学生在旁边亲身体会你的教学方式。那如果他觉得不错，好像教得蛮好的，那他就会直接录用你。所以我觉得试教也是一个快速成交、快速找到学生的方式。如果试教之后他决定不要录用你，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也不用难过，因为至少你因此而多了一小时的教学经验，这也是一个经验累积。所以我觉得在试教过后，不管是学生那一端，他们可能会知道老师你的教学方式，或者是你在透过这一堂试教之后，你可以自己提点说，那我下次在这个部分我要怎么教会更好，这也是一个学习。所以就分享给大家这些方式。好，那我今天的家教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对找家教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一定要帮我按个赞，或者是分享给可能会喜欢这个影片的人。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